现在邀请各位慢慢闭上眼睛。我们很忙，难得一个宁静放松的时刻。我邀请各位在此刻把心收回来，躺好。在刚开始呢，我想邀请你跟随我的声音做三个放松的呼吸。请开始吸气，闭住呼吸，躺好，慢慢吐气。吐气的时候感觉放松，再慢慢的吸气，闭住呼吸，慢慢吐气。吐气的时候感觉更放松，再慢慢吸气，闭住呼吸，慢慢吐气，感觉放松。在整个静心的过程中，要练习用这种舒服的呼吸，让你的身心达到放松平静。我要邀请各位此刻开始静静的关照，关照内在是否情绪正在波动。如果此刻感觉内在没有任何的情绪，很好。如果感觉内在情绪波动中，非常好。静心不是要去控制什么，达成什么，你唯一要做的就像是一个无关的第三者，静静地关照一切的现象。不要刻意地去控制改变情绪，你只要宁静地去关照情绪的波动。当你能够宁静关照情绪波动的时候，你会慢慢地发现，情绪就像是晨间湖面的雾，在微风浮动中慢慢地消散。很好。现在我邀请你用丰富的想象力，想象在你头部的顶端有一股宇宙深处洒下的金色疗愈光芒。这股疗愈的光正在你额头的顶端盘旋着。现在开始不妨深深地吸口气，开始将这一股金色的疗愈光芒吸入到你的头部，清楚地感觉到这一股金色的光进入你的额头，在你的额头丰沛地盘旋着。放下念头，放下造作，全神关照冥想，感受这股光。当你能够清楚地感觉这股光在额头盘旋滋润的时候，你会慢慢地发现额头开始变得放松，
很好。继续往下，将这股光推送到眼睛，慢慢去感受这股光在眼睛盘绕，滋润着眼睛的每个细胞。在光的滋润下，慢慢的感觉眼睛好舒服，眼皮好放松，发送到紧紧的贴附在眼球上，似乎想要睁开都很困难。再往下，将这股光推送到鼻子，清楚地感受到在光的滋润下，当你放松舒服吸气的时候，吸入宇宙保暖的能量，容许伴随着呼吸将这股能量，将这股光推送到身体的每一处，每个器官，每个组织，每个细胞，让你感觉身体健康。清楚地感觉到，当你吐气的时候，伴随着呼吸，将身体里一切不再需要的所有的东西推送到身体之外。当你将所有不需要的推送到身体之外的当下，你会清楚地感觉到，我是健康的，我是完美的，我愿我会接受我生命所有的样子，我会感恩我身体健康的存有，感恩心灵的欢喜。往下将这股光推送到颈部，清楚地感受到这股光进入颈部的每一个肌肉、每个细胞、每一条神经跟血管，感觉到在这股疗愈的光的滋润抚慰下，整个的颈部变得好舒服的放松，好柔软，放松到好像是秋天垂泻在湖边的杨柳枝，在微风的浮动中舒服自在，缓慢地摇摆着，划过水面，激起阵阵水波。当你清楚地感觉到水波四散的当下，你会清楚地感觉到整个的身体很放松，心变得很平静。继续往下，将这一股金色的疗愈光芒推送到肩膀，右边的肩膀，左边的肩膀，清楚地感受到在光的滋润抚慰下，整个的肩膀变得好舒服，好放松，很好。继续往下，将这一股光推送到胸腔，清楚地感受到当吸气的时候，吸入这一股金色的疗愈的光，容许伴随着呼吸将这一股金色的光推送到身体需要的每一处，需要的每个器官、
100个细胞，让你的身体进入完整的健康状态，让你的心灵进入一个安详的放松状态。当你吐气的时候，清楚地感受到身体里一切不需要的情绪，不需要的所有的东西摆送到身体之外。我是健康的，我是完美的，我是平静的。很好，再往下，将这股光推送到腹部，清楚地感受到在这一股金色疗愈光芒的滋润抚慰下，整个的腹部，每一寸肌肤，每一个腹部内的器官，每一个细胞，在光的滋润抚慰下变得好放松。很好，再往下，将这一股金色的光推送到腿部，清楚地感受到在光的滋润抚慰下，整个的腿部从上往下，大腿、膝盖、小腿、脚踝，每一个脚趾头，在光的滋润抚慰下变得好舒服、好放松，放松到好像整个腿部都消散无踪了。现在不妨舒服地做一个放松的呼吸，清楚地感受到整个的身体从头部往下一直到脚部都变得好放松，心灵变得好平静。现在我想告诉你一些有关潜意识有趣的特性。你可能不清楚的是，你的潜意识像是一个拥有超凡能力的魔术师，比如说能够帮你去遗忘一些你不需要去记得的东西，比如说你曾经在脑海中有过许多人的生日、电话号码或者是地址，你清楚地知道要勉强地去强迫自己记住这一切是非常辛苦而且是没有必要的。你的潜意识在你的内在很聪明，它能够察觉到当你不必记住这所有一切讯息的时候，它会自动地默默地在你的内部展开它神奇的遗忘机制，让你能够不经意的、自动的去遗忘掉这一些不再需要的讯息、不再需要的情绪、不再需要的习惯与不再需要的行为。现在，我正在想你的意识可能在好奇，好奇如何让你能够遗忘这一切不再需要的东西。然而我在想，当你意识正在好奇的时候，你的潜意识是否此刻已经默默地展开了它的遗忘机制，让你能够去遗忘一切不必记得的回忆，不必
延续的习惯，或者你不再需要的情绪。他可以选择直接去遗忘他们，或者记得去遗忘他们，或者记得选择去遗忘他们，或者他的某部分会使你的意识记得去忘记某些事情。现在你的意识或者开始在想象，想象你如何能够使你的潜意识有意识地开始忘记，或者想象如何使你能够有意识地使潜意识记起如何透过潜意识去忘记。我正在想你的潜意识如何帮助你能够忘记你已经忘记的一切，或者忘记所有意识帮助你忘记的一切，以及那些忘记的一切如何透过意识去帮助潜意识去忘记意识容许你去忘记的一切，或者你能够忘记所有这些不必要的一切，同时使自己享受放松的感觉。现在当你正在放松状态的时候，你的潜意识也听到我在说话，我会开心地告诉你，你的潜意识很清楚地知道，过去的那一切不重要的感觉，不重要的东西，不重要的习惯，或者不重要的情绪，对你来说，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它正在启动它的遗忘机制，去帮助你自动地移除掉那所有的不需要的一切，而它会将它们收藏在潜意识的空间中，让它们只是放在那里。当你的潜意识切离掉这一切不必存在东西的时候，它会令你而后每一天面对生命感觉到好快乐、好安心、好自在、好自由。现在当你正在听我讲话的时候，当你的潜意识正帮助你去切割遗忘掉所有不需要的东西的当下，你开始感受到你的内在变得好自由，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一个自由的白鸽，欢喜地在无垠的天空中自由地翱翔，去选择你想选择的未来，去经验你想经验的未来。你能够清楚地觉知到，而后你将可以留在当下，自由地去享受选择生命中你想选择的与你想去经验的。这一切你都不必很努力地去做，因为你的潜意识此刻在内在都聆听到这所有的一切讯息，它也会主动地自动地展开它的遗忘机制，能够在你生命中而后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启动它的遗忘机制，去帮你切割掉生命中所有不需要的一切，不需要的回忆，不需要的情绪，不需要的习惯与不必存在的行为。它也能够帮你切割掉所有的一切，让你能够释放掉生命所有的制约，让你变成一个欢喜在天空中当下自由翱翔的白鸽，享受无限自由的生命。
待一下，我将数数字从一数到五。当你听到五的时候，你会欢喜的、开心的、充满着精神的睁开眼睛，带着微笑，欢喜的恭喜你自己经历过一个丰盛的心灵飨宴。一，我要邀请你牢牢的将这个冥想中所有正向的讯息深深的记在潜意识中，而容许你的潜意识在未来而后的生命中能够每一个分秒都懂得去开启它的遗忘机制，让你去放掉、切割掉、丢掉不再需要的所有的一切，而让你的生命在当下中丰盛美满，自由地去经验。二，当你的意识正在好奇这所有的内容是不是需要牢牢记住的时候，我必须与你分享的是，在意识中要记住这一切是多么的辛苦，与其要记住不如就像是不必去记住别人的生日或者别人的地址一样，轻松地把它忘掉。然而这所有冥想中的一切经验，你必须牢牢地深植在潜意识中，让它自动地去运作，去转换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自由、当下、美好。三，要开始准备恢复清醒的状态，不妨开始眨眨眼皮，吞吞口水，摇摇你的颈子，动动手指，动动脚，很好。等一下，当你恢复清醒的时候，你会充满着能量，充满着欢喜。四，要开始准备恢复清醒的状态。等一下，当你听到五的时候，你会开心的、欢喜的睁开眼睛，恭贺自己成功的经验了这一趟的心灵飨宴。五，thank you.